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，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ES6 啊、哦，嗯、呃，今天咱们的标题是，大家请看啊，数组循环 f u l l of。以前咱们在 ES5 里面也有数组循环的语法嘛，对不对？不，过那个时代咱们用的是 f u l l in。今天咱们学一下 ES6 给咱们的 f u l l of 啊，看看有什么异同。好，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，啊，就一个，呃，新的数组的循环方式该怎么做？马上看实战演习哦。 首先说，今天咱们例子一上来干什么？先定一个数组 list，这个数组里面呢有三个元素，十、二、十、三、十，没问题吧？是非常正常的数组。OK，下面这行是屏蔽起来代码，有什么用？一会儿再说。现在咱先别管啊。好，那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个 ES6 的 for of f 怎么用啊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大家请看啊。一般循环咱们写个 for，m 对吧？然后是一个括号，里面呢写一个 let value，这是说每次循环取出的值，然后呢跟一个 of f。 是 for of 对吧？后面然后后面呢是一个对象或者说是一个数组都没问题啊、哦。接下来在每个循环里面的这个 value 就是每个数组或者说对象的属性，没问题吧？OK，接下来咱们再看看以前 ES 五该怎么写啊？同样的处理，for 没问题吧？然后括号，然后是 let 一个变量。大家请看这个地儿是 in，后面呢跟上对象名或者说是数组名，区别在于以前这个地方呢是 in。 今天呢是 of，就这么一个区别，啊、然后这个 in，但是注意这个 in 我打出来的是是什么值？是下标，是咱们数组所给咱们的下标。然后呢，我想取到数组里面值，换句话说，什么叫数组里面值啊？就这个十、二十、三十嘛，这个地方我该怎么做？我需要引用到，稍等，我键盘有点不好不好用啊，用引用到。 呃，我的数组，然后呢，加上一个中括号，跟上下标，才能够引用到它里面的值。这个和其他语言中的使用方法是完全一致啊。好，接下来咱们看这个地方，我呢给数组，咱们这个数组嘛艾 r 再 a 增加一个新的函数。一般咱们在这个 Java 中，在 Java 不是在 Java 中，在这个 Java 教本中，咱们要增加一个对象的属性或函数，该怎么做呢？用这个对象点儿。 Prototype 原型，然后在后面可以跟属性、跟函数都可以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在这又增加一个这个函数，一会儿呢咱们会看到效果。现在呢，我先不运行，我先把它屏蔽起来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建个代码啊，咱们看一下实际这个例子的是运行效果。哎，今天这是，哎呀。 有点晚啊，现在马上就十二点啊，深夜十二点，所以我赶紧把这录完之后还得睡睡觉去了。好，咱们看啊，呃，我这个是今天的代码，马上开一个控制台运行一下，大家说出什么结果？十、二、十、三十，对吧？上面这个呢，肯定是循环每一个数组的内容，肯定是十、二、十、三十。下面这呢？ 因为咱们 value 呢是下标，所以说呢，它应该是从零开始。因为一般数组都从零开始嘛，只有 vb，只有我知道这个奇怪的 vb，它下标从一开始啊，很很奇怪。这这是另外话题哦。这是零，然后后面呢是各个数组的值，对吧？这是咱们应该看到的结果、啊。好，咱们试一下，go，没问题吧？大家请看，嗯，前三个十、二十、三十是第一个循环 for of 给咱的输出。 后面呢？零、十、一、二、十、二、三十下标加值呢？是咱们下面这个封印给咱输出的结果，没问题吧？乍一看啊，当然只能乍一看啊，他们其实循环的内容是一样，只不过一个是值，一个是下标，仅仅是这么个区别。其实则不然，不然在什么地方？大家看啊，我如果给数组里面增加一个属性，或者说增加一个方法的话，我可以在这个。 对它的这个原型进行扩展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时候我再运行这个代码会有什么其他的效果？咱们试一下。Go，大家请看，咱们这个 for of 的语法呢，还仅仅是取出数组的值，对吧？这十、二十、三十，没问题吧？但是大家注意看，for in 呢？ 它不但取出了数组的值，同时咱们 length 的扩展的函数也被取出来。这就是 f o l of 和 f o l in 的区别。f o l of 呢，它只关心值，而 f o l in 呢，它不仅关心值，它关心它所有的属性。它把后面这个 list 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变量使用，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数组使用。这是它们的区别啊。 所以说呢，咱们一般说，我想循环数组，我并不想知道它里面有什么内部的这个属性啊、函数有什么方法，我都不管的时候呢，呃，非常推荐您使用 for of 的方式嘛。呃，以前的朋友可能咱们这个用这个 for in 比较多，因为 for in 它能把所有的值内容都取出来，所以说对于咱们循环数组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它是循环对象用的，好吧？呃，这就是今天呢 for in 和 for of 的区别，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？ 如果说咱们只对值、只对数组的值关心的话，用 for of；咱们对对象的所有的属性关心的话，用 for in。这是我最后给您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啊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呢我给您分享的关于数组循环的内容。今天的代码呢我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，今天的视频呢会传到优酷、YouTube 供您观看，推荐您使用 YouTube 进行观看。好，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